你这个人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做这一切都是喜欢你的呀。我做这些不是为了你吗？杜炳文根本配不上你，他那么幼稚，只会花言巧语，哄你，他都不想娶你。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不能看着你往这火坑里跳。够了！你知不知道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？你告诉我你有抑郁症的时候，我真的担心你。 我当时花了那么多时间开导你，是因为我觉得老天爷不公平。你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你有那么多优点，你忠厚、老实、善良、有上进心，我当时还在想，为什么你这么好的人会有这样的结局？现在我明白了，你这种人就是咎由自取。咎由自取。 杨哥，你怎么能跟其他人一样呢？你是不是打心眼里就没有看得起过我？看不起你的只有你自己。是。像你们这么高贵的人，怎么会看得起我呢？怎么会去了解我呢？ 我是谁啊？孙斌，一个生在泥里、长在尘埃里的人。我这半辈子就做了两个字：努力。你知道吗？当努力都已经不能支撑我人生的时候，你就别跟我谈正大光明了吧。 我问你啊，如果我不用一点手段，你会注意到我吗？如果我没有用一点手段，你今天会跟我站在这儿吗？如果你认为的努力。 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不属于你的东西，那你永远只会被人看不起。孙斌，是你让我今天认识到，什么叫做可怜之人，必有可恨之处。